一直以为自己会顺利升大学，点知 DSE 失手，个天好似跌咗落嚟咁啊！我唔想经历多次一试定生死啊！我决定拣港大 CC， 我要升三大。有次考试之前 ，Oliver 老师落咗堂都帮我哋补课，佢仲话如果听日仲系唔放心，就继续揾我啦。哇，真系超窝心啊！港大 CC 有好多成功升三大嘅师兄师姐，佢哋都帮咗我好多。